哇，这边是干嘛？这边是功效测评。我们所有的产品的话，内部都会有一些仪器去测产品。现在是测皱纹护肤的产品。皱纹？就是改善皱纹呀。来来来来，这个它可以测，我跟你讲。它可以测，我跟你讲。救命！救命！没有，它是可以让你怕在人家面前那个纹路改善。接下来的话，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香精的研究所，对，哦，会有一个试香的过程，因为化妆品的话，不仅是对于它可能彩妆来说，有一个色彩的表达，还有它的质地，更重要的它的香味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个人的喜好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哇，好香啊！那说口红的在哪里啊？我想，我真的想知道。是我们的这一款，这款的话可以能够闻得到，它是一款非常好闻的一个 coconut 的味道，也就是椰汁，给我感觉是非常的一个。对，清新自然，然后会有一点点粉质感。但这个我涂在嘴巴，我感觉我会很饿，因为杯子有一种，我觉得好像在哪里像泰国。对啊，我也喜欢这个。那可以倒一点点给我吗？这个？对，倒一点点给你。这是单香。OK。谢谢。标一下。不用不用，我多的混了东西，小的没有。谢谢你哦，拜拜。我们先从这边上去开一个简短的会议。